这间店几乎都我妈在做，因为那时候就是纸伞店蛮多间的，我们自己做，看能不能至少养活我们三个、啊。我感觉我是陈华俊哦，真的玩味哦，真的玩味我对他这样，真的，因为我讲了几千遍的，他会听吗？他不会听。梗系听个屁啊！佢做咩啊？有閪傻逼，唔好讲，你有福利，注意注意条路。